嗨，你们好，今天我来了一个公园，这个公园有山有水，在公园的中间有一个湖，湖的两边有小路，我常常在这个路上散步，在路的两边有花、有草，还有树，给你们看看。看，这是花、草和树。好了，我要开始散步了。今天你们去了哪儿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再见。